飞轮从飞轮海丹飞后，在戏剧、唱片都有不错的成绩，一双电眼更是迷人。 来 TP World 网站邀请了三位美容专家进行评选，选出全球百位最帅脸蛋名单，其中台湾的炎亚纶入围了。炎亚纶位居前段班，名列第27名，成为外国人眼中最帅的台湾男性，而亚洲最帅就是他。 名列全球第9名的帅哥，今年25岁的大陆艺人鹿晗是前韩团 EXO 的成员，超高人气让他在微博创下了惊人纪录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你们的。 崔始源，谁的？你是我们的。另外，在亚洲拥有超高人气的始源跟李敏镐也是榜上有名，分别排在52跟76名。但全球最帅的人到底是谁呢 ？Say it out loud. Say it. Vampire. Are you afraid? 全球最帅的男生 TP World 选出了他《暮光之城》的男主角罗伯·派丁森，至于屈居亚军的则是雷神索尔。记者黄一文、谢文祥特别报道。